然后开心。其实我是安哥夫的女儿。哦，OK，哇，第一个分享哎，很棒，来。我其实用这个 product 有8年了。我爸爸在半年以来，我爸爸每一天都跟我讲，我每一天都OK 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子算了。然后直到最近都比较难，我是做 event 的，而我的 event 是去出国的，都是国外的，我最远去到 Las Vegas 去做工。然后也好了，有这个resources 哦。现在我的我做了 sharing，我上个月刚刚开始，我签了两个 VIP，哇！一个是对，签了两个 VIP，然后我还签了我香港的朋友，我还分享给我加拿大的朋友，我还 share 给我 US 的朋友，还有德国的朋友。So，也是刚刚开始，就是快点去看，快点去学Dr. Desmond YouTube 所有的那一些 coaching，一个一个去学，一个一个去讲，然后怎么样去针对这样子。然后我不只是签到 VIP，还有很多 normal member，有些我 post 在 Facebook，他就讲，诶，之前我有喝过的，可是那个人已经没有 contact。没有 contact 了。我说我可以帮你啊，现在不要做 member 的。我说可以，你不要做 member 可以的。然后我就讲说，可是会麻烦一点呢，因为我要等货寄到我这里，然后又寄去那边，很长时间了。那么我 join member 了，又这样子他就 join 了 member。我说你可以自己买的啦，不难不难。我说一点都不难，现在很 online shopping，大家都会了，不难的。然后就签了咯。所以我上个礼拜也签了很多的 normal member，然后我的香港的朋友就讲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就讲了很多人失业，很多人自杀，我就来了咯，在那个一般的 group 朋友啦，通常我没有什么跟他们讲这一个，我有跟他们讲我有做这一个，然后我就讲说，是咯，那时候我就开始做这个 forever 咯，我要 earn 一些 passive income 嘛，这样等的话，我就是自杀的那一个人了。我就讲说，然后就讲，诶，其实我可以想啊，得空你分享给我听，OK 了，我得空我分享给你听咯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其实也还蛮顺利的。我以前都是蛮抗拒，我抗拒了8年，可是我天天都有用产品的，因为我的。facial 我不能用外面的产品，我是用一直都是用 forever 的产品的，我都没有换过所以很多人好像Zoom 看到我的时候，你脸上好像好了啊，因为我又很勤，现在很勤劳吃保养的东西啊。我说是咯，因为我有用保，我有保养嘛，有保养脸色就好很多。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了，我就开始讲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很感恩，我很感恩说，我爸爸没有放弃我，我爸爸在线上，他很高兴。我的Andy Emily，他也很高兴，每个人都在的，很好啊，很好，很鼓励我，很鼓励我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不错不错，就这样子了，我的分享。OK，哇，很棒嘞！所以哦，你们没有发现到哦？如果今天呢、啊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东西哦，当一个东西的发生哦，它一定有它的原因，而且一定会帮到我们的哦。那么当然哦，Jasmine 她做过 event 哦，其实那些东西都不会浪费的哦，因为至少她认识全世界很多的朋友啊，那么她也有一些工作经验哦，她在从事这个行业，你有没有看到她都加分的？哦，大家不要以为我今天我换一个行业，我以前的都是浪费掉了，其实一点都不浪费，明白吗？他都会帮助大家加分的，而且最重要是今天哦，你终于看到了 forever 啊。那么我跟你讲啊，我在这个事业哦，我20多年前我比你更抗拒，OK？不过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这个事业，所以我今天呢，你给我回到20多年前，我重新再选，我依然会做 forever，OK？而且我会更早做 online。啊，我只是后悔一个东西罢了，就是没有早早做 Zoom、做 online 罢了。如果你给我回到过去呢，我会更早的做 Zoom。不过我一样会选择 Forever，为什么？因为 Forever 赚到的不只是财富啊，它是一个丰富啊，而且我们是无忧无虑啊。你每天晚上睡觉都睡到很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用去烦明天会不会有 lockdown，
有没有 COVID， 有没有 pandemic， 你们不用去烦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啊，谢谢，我们恭喜 Jasmine sponsor 到两个 VIP 哦， is very good start， 很好的开始。好，谢谢你。然后 next 我们有请啊 Ralph Tan， yes， Ralph， hello， 各位伙伴。